们现在要示范一下《酷酷》这首歌。那我们的成员 Miki 小卷、阿华、Danny， 那我们今天 and also Joy， 哦 and Joy， 酷酷是一首欢迎来客的歌。它原早呢是呢打鱼之后呢，就是收丰收的时候，或者是回打鱼之后回乡回家的那一时候，像村落的人就欢迎他。那沿袭久了呢，就变成一个欢迎客的一首歌。那我现在打的这组叫 Dulu， 这只最大的叫 Dulu 吗？它声音是最低的。这个中间的叫 Sambang， 啊，这只最小的叫 Kinkini， 它们声音最低到最高。然后我们这边打的是叫 Djembe， 那今天小卷是我们的 solo， 所以他会做 free。开始跟最后结尾都由他来做，还有中间的 solo， 我们可以，他也会带 solo。那我们通常每一个人也可以轮流 solo。那我们这次示范呢，我们先不做。那阿华他打的这部是 bell， 通常是跟这一起打，他也可以分开打。所以他是第一个准备accompaniment， 他会打 do do da do do da， 他是第二个 accompaniment。OK， 所以我们会先吟唱一段。Oh ya， 一只酷酷枫叶。Oh ya， 一只酷酷枫叶。Ha ha ha!